白剧拍出怒火花，万梓良写血书，嘉颖王喜全不和。有人拍剧拍出爱火花，有人拍剧就拆出怒火花。2013年大台剧《金枝玉叶二》因为收视差，搞到啲演员要疯狂宣传补救，唯独邓萃雯冇跟大队，反而闹爆拍剧嗰阵零剧本，靠飞纸仔。不过咧，套剧嘅编审周玉明就反驳，好好收嘅《金枝玉叶》都系飞纸仔噶。仲有1991年，万梓良拍大台剧《大家族》，闹出嘅血衣事件。话说大台当年厂期有限制噶嘛，拍摄时间好赶，搞到万梓良压力爆煲写血书，穿住件黑球鸡毛司令刺厂期嘅 T 俾记者影相，鸡毛司令就直指当时负责厂期嘅李添盛啊。近啲嘅大台剧纯属意外，被指为捧蔡思贝而狂加佢嘅戏，搞到本来一样系主角嘅李思华变大剧，两人不和传闻满天飞。差不多的事件，烈火红心三都发生过。当年王喜获仲系大台总经理的智云大师加戏，搞到一样系主角的嘉颖沦为大剧。之后又传出王喜成日扮大佬改剧本，搞到嘉颖好不满，向乐小姐投诉，两个人关系火沟油咁啊。